强烈，就让它看起来比较强壮一点。没错，所以呢，如果说你跟艾斯一样是属于瘦长型的身材呢，你可以去选择这样一个条纹衫。今天教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马上学起来。而这些内容呢，在我的新书《型男补习班》里面都可以看到，希望大家这个参观选购，好不好 ？OK， 谢谢大家。非常谢谢我们的明川教官。再跟大家提醒一次，我们的流行 in house 的手机竞价活动，这个礼拜提供商品的是 Alpha 萧亚轩，他提供给大家的是他从日本带回来的这件黑色小洋装。那么刚才已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这活动进行的办法，如果你还有疑问的话，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，我们的网址是 www.startv.com.tw 去看进一步详细的状况。非常谢谢你收看今天的流行 in house。 那如果你对于节目的内容或是对于我的衣服，对于任何的事情有任何的疑问或是什么意见的话，都非常欢迎你上网跟我们交流。那如果我有空的话，我也会上网跟大家聊聊天，回答你们的问题哦。所以尽量把你们看完这个节目的感觉告诉我们。最后祝大家越来越美丽，越来越开心。我们下次见，拜。